对于中国观众来说，《天窗》并不陌生，它是英国国家剧院现场首批在中国播放的剧目之一，一上映就因鲜活的表演和细腻的文本而赢得大规模好评。2019年6月11日至7月7日，上话将引进该剧中文版，上演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第六空间的舞台。此次该剧将由执导过《黑鸟》中文版法国导演克劳蒂亚·斯达文斯凯执导，并带领他的法国团队与上话共同制作呈现。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员周野芒、谢成颖、刘炫瑞联合主演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